南薰所唱的我们对主的话有深切的渴慕，如露切不溪水啊。那感谢主，那我们展览的诗歌是大本597首。那对召会啊这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真理的题目哈，我们来看看啊，这一首诗歌总共有9节哈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恐怕无法全部唱，我们就挑哈单数节哈，1、3、5、7、9啊，就挑1、3、5、7、9啊，感谢主。那第9节我们大家再一起唱，感谢主。为我们起个音吧。
哈利路亚三声，好不好？哈利路亚。